接下来我们就是 Kiki 的第一个方案，大家来根据他的方案来表明你们的态度，好不好？来吧，请表态。啊，我不同，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的，我懒，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的好，我的可以不用动手，还可以洗得非常干净。我也是喜欢你那个，对吧？懒派的。接下来觉得谢达的方案怎么样？大家来请亮牌。好吧，你看人家 Kiki。Kiki 内心当中还是懒的，说哎呀洗得好辛苦啊，谢达这个也不错，我不用再洗了。我的亮点在于什么？我的亮点在于它还可以清洁水果，其实我家用的就是这个方太洗碗机。它是被方太的技术征服了。 对、尤其是像葡萄这种难洗的，丢给机器真的洗得特别干净。对，所以说在这个环节呢，这个谢达的方案是这个获得了四票，但是其实你要知道，这个荣誉不是你的，是我的呀，是方太的，给你的，可是是我介绍给大家的呀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觉得呢，如果是你真的要做一道让我们都可以下口的这个美食给我们吃的话，还是要好好的这个努力。好的，我努力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方太研发一款。好，我们的第一枚勋章，我觉得应该颁给 Kiki， 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来，生活的智慧。谢谢谢谢谢达让给了 Kiki。你要知道这是我让给你的，我接受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第二个烦恼是什么。来，每次切菜都容易切到手，因此为了保护我这双纤纤玉手，我还是放弃切菜了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，俗话说好菜离不开刀工，好刀工离不开时间的磨练。对，所以说你要想切出又均匀又好看，像那个电视里的大厨一样，那我给大家带来一些小方法。好了，来，接下来给大家介绍、我给大家带来的神器啊、接下来你们肯定会对我刮目相看，哇，西蒙怎么会有这么多法宝？拭目以待，拭目以待。好期待，好期待！我们好期待你垮台的样子啊！好，接下来要给大家讲解的是切片固定器啊。然后呢？起一个固定的作用，然后你直接把刀伸进去。这个不错。对，这可以。因为柠檬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柠檬不然它容易跑，就是捏也捏不住，然后你一切它就跑，哎，就这种，你就夹着我这个切片固定器。一边聊天一边切片，效果特别好。你要唱二转的最后。最后一片就不要了，然后你就安全的把它一拔下来，然后你一看、真的耶！我跟你说，固定器有多薄，你切出的片它就有多薄，一片一片又一片，看。是真的蛮薄的。对对对，挺好的。而且我跟你们说啊，像我们厨房用的时候，肯定少不了大蒜。我每天在家做什么呢？我也不会做饭。扒蒜，对，每天在家就扒蒜，扒蒜对我来讲可累了。现在呢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神器，找到了一个小方法。嗯，把这个蒜呢，这是干嘛的？滚蒜小桶。对，是不是有人家有这个？没有。对，这装蒜的。这个菜子姐家有，这个老好用了。把蒜放进去。装进去。就是你把蒜就不用剥开，就一颗一颗放进去之后，哎，然后对，然后你就搓吧。盘它，然后你穿之后你就发现，哎，这个蒜皮儿一边聊天，蒜皮儿就不灵不灵掉下来，看看看啊，因为我们蒜本身就是干的嘛，你看，超级干净，这个太好用了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哎呀，这个，西蒙，我看到了曙光，好，两款神器，好，来，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啊，这个蒜剥干净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切的就是这款切丝儿神器。因为对我这种厨房小白来说呀，切葱丝儿那真的是太难了，对，因为要很细，你总不能把那个葱切成一段一段的放到锅里，用那个叉子肯定不行的，这个叉子对于它来讲太大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有一款跟它差不多妙用的小叉子，这款叉子上面带锋利的小刀片儿，哇，比如说这个葱啊，我想切多长，我想切到这儿呢，那我就用这个刀片，哎哎，这样划。看了吗？哇，它像不像女生用这个空气小刘海儿？哎，这个可以。比如说，我就想切这么长的，接下来啊，特别特别的快，哎，来一刀葱丝就搞定。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厉害。哎呀，这个葱丝切的特别特别的丝儿。看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特别特别的好，对吧？这个方便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西莫。我觉得今天其实西莫表现挺好的，因为他给我们推荐的很多宝贝真的让我们眼前一亮，特别是对于那种初进厨房的人来说，我觉得提供了很大程度上的安全和便捷，就是应了那句话叫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对，好，那关于这个西莫的这个方案，我不知道
大家的感觉如何？现在就到了这个表决的时刻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我给你得拉个票。好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神器，那赶快给我投上一票吧。三二一，请投票。就差我了，贿赂了，贿赂了。徐墨，今天就是你的黑马时刻，哎、来吧，厨王，可请给我搬上这个。我跟你也蛮搭的、哦。厨王，恭喜徐墨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烦恼是什么。我们先来看第三个烦恼的投票结果，好不好？占到了55%。哇，那是什么？肯定是不会做。做豆腐？豆腐为什么这么容易变成豆腐渣呢？我从来不做豆腐。打消了我对下厨的乐趣。其实我觉得选对了食材和调料和工具，就不用担心做出这个好菜来。那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露一手，做一下这个香辣豆腐。香辣豆腐。